津助安老院是指由非政府机构透过整笔拨款津贴营办的安老院，社署和津助机构会以津贴及服务协议去厘定和评估服务的。而家有超过120间津助院舍，大部分都是提供持续照顾护理安老宿位，即是长者入住之后，就算身体机能差了，需要更多护理和照顾，他们都不用转去护养院，而是可以继续留在住起的安老院，是一个熟悉的环境，安享晚年。津助安老院多数坐落在公共屋邨，亦都有些是独立单栋式院舍，每间院舍的名额由40至300名的长者不等，房间的编配主要根据院舍的环境设计，以6至8人房为主。各类资助宿位提供的服务大致相同，包括住宿照顾、膳食、个人起居照顾及护理服务。另外，院舍亦会有社工、物理治疗师或者职业治疗师、言语治疗师等，分别提供社交活动、辅导和各类复康训练等。他们亦有外展医生到诊服务，为长者做下简单的检查和体证。津助安老院的宿位每月收费大概是2000元左右。